台湾各派主力来更新咱每一个人。啊，这点，我们来请啊，关注伊未来选举上的信息。伊今日所参加的信息，咱有一位各派主，咱有一位各派主。咱个姊妹大家平安，平安，哈利路亚！咱有一位各话的主，今仔日是特别庆祝的日子，你敢有欢喜？有欢喜，你来用一个上古锥的笑容来笑给我看。我相信咱的主耶稣嘛，今天看到咱这样的笑容，因为咱真欢喜，伊有各话，伊为咱定义是袂个顶面，伊用上大爱听来听咱，总是伊有各话。当咱那种圣经内面的记载，让咱来看，你会发现四本福音书内面描写着耶稣受难各外的事件有真济记载。伫马太福音有28章，总是有其中的8章在讲耶稣受难各外的事件。甚至伫马可福音有16章，内面嘛有6章。在讲耶稣受难各外的事件，在路加福音内面24章，同款有6章在讲耶稣受难各外。约翰福音21章，总是有10章记载着耶稣受难各外。四本福音书总共89章，内面有30章讲着耶稣受难各外。这真正咧提醒咱，耶稣受难的话是规个福音的中心。保罗嘛讲，基督若唔捌的话，咱所传的是空空，咱所信的也是空空。搁话这是一个大唔忙的日子，因为搁话的困难是上大的能力，搁话的德性也是上大的德性，搁话的信心是上大的信心，搁话听。是上大的痛。唔忙透过今仔日的经文，搁一摆回去甲耶稣受难迄个早，搁话迄个早起时，咱做伙来思考，搁话意义是啥物？唔忙透过今仔日的分享，予咱做伙来思考，咱所相信的，咱的信仰，咱到底是相信啥物？今仔日咱要去甲别人传福音。咱一定要知影咱所信的是啥物，咱袂当做一个啥物拢毋知的人。当咱毋知咱咧做啥物的时阵，迄是非常危险的代志。有一个故事安尼讲，有两个人因啉烧酒醉，总是因两个人烧醉，因要开车转去因家。因开，因要落高速公路的交流道的时阵，其中一个人就讲：“阿明，已经要落台中交流道啊。”你开车爱较细腻，台中车愈侪。后来另外一个人就错一条，伊甲伊硬讲，奇怪，车毋是一直拢伫咧开吗？咱知当一个人，伊毋知伊家己咧做啥物的时阵，是非常危险的代志。后来伊发生啥物代志？后来伊两个就将车停咧伫台边啊，安静休息一下，互因的酒摕了后，因才阁继续开车。今仔日。透过搁偌济，咱会当搁一摆安静咱家己去思考，咱所信的是啥物，然后咱要甲人传的是啥物。当咱透过这种相信，活出信心的行动，你会发现，你的信仰变了无同款，你有一个新的信仰。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路加福音24章第1节到12节，经文记载耶稣死搁活了后。门徒甲遐妇女，因有真无共款的改变，因有真无共款的改变。今仔日我所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咱有一位各话的主，因为伊予咱的罪得着赦免。咱有一位各话的主，因为伊予咱的罪得着赦免。当咱人面对死亡的时阵，你会感觉迄是啥物？有人讲，迄是生命交到上后壁的终点。另外帮人。因的思考内面，因感觉我连提拢无想要提起死亡这件代志。总是耶稣的死亡带予咱有新的活命，带予咱有新的盼望。因为伊有救我，因为伊有救我。圣经记载了耶稣受难的过程，当伊受难的时阵，当伊要断气的时阵，发生一件真奇妙的代志。
发生一件真奇妙的代志。圣经安尼记载，殿内的帐对中离开，殿内的帐对中离开。当耶稣要返回之前，迄个帐对中离开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是要甲咱宣告一个真重要的消息。真重要的消息是啥物？就是咱的罪得着赦免，咱的罪得着赦免，咱恢复甲上帝之间的关系。咱知过去以色列人当因犯罪的时阵，因爱来甲圣殿，因爱创啥物？献上迄个赎罪祭。赎罪祭是祭司所献的，总是因爱伫迄个祭信所内面献上迄个赎罪祭。内面有啥物？有约柜，就是上帝临在的所在。当上帝看见咱所献的祭的时阵，伊就赦免咱。总是圣所甲至圣所中啊，有帐甲伊隔开，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来甲至圣所。总是今仔日当耶稣要返回之前，迄个帐对中离开，迄个帐对中离开，代表咱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迄个罪得着赦免。迄个帐对中离开，代表耶稣基督的身躯为咱跑。今仔日，咱的罪拢免得着赦免，咱会当无惊遐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咱会当无惊遐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，因为伊为咱拍开一条搁新搁活的路，咱会当随时来到伊的是阮宝座前做咱随时的帮助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用上大的疼、上大的牺牲，为着予咱得着救赎。为着予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恢复，所以今仔日耶稣会割我，予咱的罪得赦免，予咱随时会当领受着上帝的恩典，予咱随时会当领受着上帝的恩典。第二，咱有一位割我的主，予咱经历着绝望到大大喜乐。咱有一位割我的主，予咱对绝望经历着大大的喜乐。对门徒来讲，过去的三年半，一切拢真好。耶稣甲因做伙生活，甲因做伙传福音，甲因做伙医病，甲因做伙去传福音，将所获所有的人。过去这三年半，一切看来拢真好。总是今仔日门徒爱面对着啥物？伊爱面对着耶稣要互掠去，然后伊要互审判，定是是要决定，然后伊阁死亡。咱会当想想。门徒迄个心内有真大的郁卒，咱会当去想，今仔日你的朋友还是你的老师，若甲你做伙三年半，然后你知影伊要面对着死亡，你敢会感觉艰苦？你敢看会感觉艰苦？甚至门徒伊看到耶稣基督去用钉子十字架钉的时阵，因感觉更加忧闷，因为因看见啥物？因看见一个有限的生命。因看见一个有限的生命，因已经完全失望，完全绝望。我唔知伫你的生命内面，你敢有经历着安尼的代志？你敢有经历着安尼的绝望的代志？迄、那个绝望的代志会让你感觉惨啊，即个温室一定无救。伫你的生命内面，你敢有拄过安尼的代志？伫今仔日的经文，咱看到遐富人，当伊要行去望远的时阵，因的心内敢有欢喜？因的心内无欢喜，因敢若带着忧伤、失望、甲绝望。毋过，当因来到耶稣基督的墓园的头前的时阵，因看到啥物？大石头已经刷开啊！大石头已经刷开啊！今仔日圣经甲咱讲，迄个大石头已经刷开啊！伫你的生命内面，敢有迄个甲你跌到无法度穿过迄个大石头？若是有的话，今仔日圣经甲你讲，迄个大石头。已经刷开啊！迄、那个大石头已经刷开啊！然后天使甲伊宣布一个大好的消息：耶稣已经救我，耶稣已经救我。当伊伫绝望内面，耶稣就成就一个奇妙的所在。所以当你伫绝望的内面，耶稣嘛要成就一个奇妙的所在。当天使向伊宣布耶稣已经救我了后，伊经历着啥物代志？伊经历着啥物代志？因大大欢喜，
因欢喜甲唔敢相信。伫经文的二十四章五十二节写得更加清楚，因大大欢喜，因为伊经历着国外的主甲伊同在，因经历着国外的主甲伊同在。今仔日，所有的人拢当作耶稣基督已经死亡，总是耶稣基督大大祝福咱每一个人，因为伊予咱救赎，予咱一个国外的生命，予咱有一个真大的盼望。所以过去耶稣会当救赎予门徒迄个喜乐，今仔日伫咱的心中，同款会当救赎予咱迄个喜乐甲平安。同款会当救赎予咱迄个喜乐甲平安。有一个伫街头卖花的阿婆，伊的衫拢穿较旧旧，伊的厝内看起敢若真爽香。总是伊每一天，伊的面拢有笑容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常常甲伊卖花的人客，就甲伊问讲：“阿婆，你奈逐天看起拢真欢喜，你奈逐天看起拢真欢喜。”迄个阿婆甲伊回答讲：“啊是啊，那奈你也无欢喜，逐天拢真欢喜啊。”当迄个人客听到伊讲逐天拢真欢喜的时阵，你若是迄个人客，你心内想安那？吼、哦，你真正真看会开，你真正真看会开。后来迄个阿婆甲伊解释讲，是安那伊有法度有遮尼欢喜？伊讲，当耶稣伫拜五去用钉十字架迄天，是全世界上黑暗的日子，是全世界上黑暗的日子。总是三天了后发生啥物代志？耶稣已经过我。所以只要我有啥物苦痛的代志，我就甲家己讲，三天了后即件代志一定会改变，因为耶稣三天了后过我。今仔日过我的主伫咱的性命内面掌管。今仔日过我的主伫咱的性命内面掌管。当你有啥物感觉，你无法度，你无法度心甘的担当的时阵，你就将你的担当交予这位过我的主。亲像这个阿婆，伊将伊的担当交托予彼位过我的主。只要咱信靠伊，就算有搁较困难的代志，伊拢会甲咱帮忙，伊拢会帮上咱。今仔日耶稣基督搁我，予原本悲伤伫墓园内面找耶稣尸体的妇女，因大大欢喜。咱若看见玛利亚，伊因为看见耶稣已经搁我，伊也大大欢喜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有可能我所体会迄个搁我的主，甲你所体会迄位搁我的主无共款，总是伊共款要带予人欢喜甲平安，伊同款要改变咱生命一切的困难。只要咱愿意来甲伊的面前，咱愿意相信伊。第三，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，咱有一位搁我的主，予人对得命甲愿意去团结，予人对得命甲愿意去团结。伫经文的第五节，天使讲：“写书伫外人中找死人，写书伫外人中找死人。”伫咱一生的生活内面，咱一直拢在找找。想要结婚的人会去找一个某，找一个翁；想要换头路的人会找一个好的头路；想要买厝的人，因会去找一间适合因的厝，找一间看起来水的厝。伫咱的生活内面，一直在找找，咱拢有去找一个袂歹的、适合咱的。我相信在我们的信用里面，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最好的信用。你会把好的东西介绍给你的朋友的，所以今天你就要将这个信用介绍给你的好朋友，将你感觉你所感觉好的这个好的福音传给你的朋友。当这位妇女她知道耶稣基督已经过我的时候，他将这个过我的好消息去传给所有的人知，去传给门徒知，去传给其他的人知。圣经里面说他去传给众人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将这个福音传给出去，我们要去将这个福音传给出去。在马太福音记载了更清楚，马太福音说到什么？他说到这是一个任务，天使跟他说你就要进去跟别人说，就紧紧去甲伊个学生讲，这是一个名句。耶稣今仔日真侪咱个帮咱救赎咱，伊也收束一个大个使命伫咱个身上，就是紧紧去甲别人讲，紧紧去甲别人讲。即位妇女当伊享受着耶稣基督所带予伊个欢喜个时阵，伊就紧紧去甲别人讲。
圣经内面亲像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当伊伫水井边拄着耶稣的时阵，伊发现耶稣基督是一个救赎活命的水的耶稣基督，伊同款紧转去城内，甲所有的人讲，然后所有的人就出来迎接耶稣，甲因做伙大两工，甲因做伙大两工。今仔日咱毋是单方面接受耶稣基督给咱的恩典，甲伊给咱救赎，给咱的平安喜乐。更较重要的是，咱要将这个福音传扬出去，咱要将这个福音传扬出去，让更较侪人知影安尼的信息，因为咱的分享会让更较侪人因的性命得救。有一间教会，美国有一间教会，因伫一届的见证分享内面，有一个爸爸伊去做见证，伊见证就讲有三个人，因真爱去大海，因真爱大海。所以有一次，因就召唤因三个人做伙坐一只船啊，因要出去钓鱼。迄三个人内面有一个是爸爸，一个是囝，一个是朋友的囝。当因做伙出去的时阵，因伫中间拄着大雨，因三个人拢落落去海内面。第一个登去迄个船顶的人是爸爸，是爸爸。爸爸赶紧遐一领救生衣，遐一领救生衫，要去救迄两个囡仔的时阵。伊面对着一个选择，伊到底是要先救伊的囝，还是要救伊朋友的囝？后来伊思考一下，伊马上做一个决定，伊怎啊跑过去甲伊的囝讲：“囝，爸爸疼你。”后来伊转过身，将迄个救生衣扔互伊朋友的囝。伊甲迄个救生衣扔互伊朋友的囝。伊真无简单，将伊朋友的囝救起来的时阵，当伊搁越担心要去找伊的囝。他们已经无去，咱会去想讲，是安那爸爸会规避家己的囝，伊是安那要救伊朋友的囝。伫迄个爸爸的分享内面，伊讲到，伊已经知影，因囝已经是一位得救的基督徒。伊知影，伊囝是一位得救的基督徒。伊知影，有一天，伊会伫天顶甲因囝，搁再一届见面。总是伊朋友的囝，还袂听到这个水的好的福音。所以，伊一定爱互伊明白这个福音。伊无救伊家己的囝，伊救一个还袂信主的人，为着是啥物？为着是要将这个福音传互伊知，为着是要将这个福音传互伊知。所以，伊害咱当咱咧享受着耶稣基督所带领互咱的迄个欢喜平安的时阵，毋是咱家己享受，咱来将这个福音传互搁较侪人知。咱爱将这个福音传扬，搁较侪人知。有可能你会甲我讲，唔过我已经八十岁啊，我已经八十岁啊。啊是我搁读幼稚园，啊是我搁读国小。亲爱的姊妹，如果咱搁一届转来看圣经的记载，发现耶稣基督搁我的人是啥？是妇孺，是妇孺。妇孺伫当时的地位是非常低，妇孺伫当时的地位是非常低。所以要将这个好消息传扬出去的迄个人是谁？是地位非常低的人，甚至是互人看轻的。伫马太、马可、路加，因的作者拢甲人讲，得到这个伟大的消息，拢是妇孺，拢是妇孺。是安那？我会讲妇孺伫当时的地位是非常低，因为伫迄当时犹太人的男性，伫因为一工会知影早起，伊拢会甲上帝做一个祈祷。伊拢记得讲，转恩天父上帝，我真感谢你，因为你无将我创造一位女性，你无将我创造成做一位女性。当时女性伊的地位是非常互人看轻的，总是互人看轻的要成就大代志，互人看轻的要成就大代志。咱这样要成做上帝所动重用的人，上帝要用咱每一个人。来成做伟大的工作，上帝要用咱每一个人来成做伊伟大的工作，就是传国外的消息。今仔日不管社会安怎变迁，咱的世界安怎在变，咱的生活环境安怎改变，咱就是爱将这个国外的消息传互搁较侪人知。最后，我要甲大家分享的是，咱有一位国外的主，带互咱温暖，带互咱温暖。当耶稣受定，伊要回归之前，伊问安怎写？
经文讲绝对黑暗，甲三点钟的时，日也无，日的光也无去。绝对黑暗，日的光也无去。你会当想象绝对黑暗，日头的光也无去的时阵，迄是偌尔啊恐怖的景象，迄是偌尔啊恐怖的世界。但是照圣经的记载，当耶稣过活的时阵，圣经安怎记载？耶稣过活的时阵，圣经安怎记载？伊讲七日的头一日，天父光的时，天父光的时，伊马可福音的和本中文伊安尼讲：七日的第一日清早，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出太阳的时候，亲爱兄弟姐妹，日头会当带给你什么？会当带给你温暖。会让你感受到那个温暖，感受到那个疼。当耶稣过活那个早起的时候，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什么？就是那个疼跟温暖。今天我们看我们的一生里面，我们都享受几件事，就是吃喝玩乐。总是当你一直在享受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会感觉你的心灵是空虚的，你会感觉你的心灵是空虚的。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真无同款的价值观，伊讲咱要先求伊的国，佮求伊的义，伊的赏赐给我们其他的一切，伊的赏赐给我们其他的一切。今仔日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是无同款的，伊带给我们是温暖佮疼，伊带给我们的是温暖佮疼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的过活带来三种的意义，第一种的意义，伫过去，迄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，伫现在。是咱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力，咱行咱未来每一个脚步。伫未来，咱要甲伊做伙的话，咱要甲伊做伙的话，每一届来甲过完者，就是要提醒咱，咱有一个新的目标。就亲像伫西班牙的港口所站起的一个哥伦布，伊的手比到，伊的手比一个，伊发现新的世界。今天要跟我们说，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新的力量。我们的愿望是在未来，在我们的现在，耶稣基督都跟我们同在。在多少个期间，我们不是只是纪念主在2000年前为我们定时立的，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真正去经历的耶稣基督跟我们同在。我们真正去经历，就亲像撒该，当他拄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他安怎？伊邀请耶稣基督进入伊的心。当拄只我讲的迄、那个富人人，伊经历着耶稣基督的时阵，伊同款领受迄个生命的活水。今仔日，咱敢有因为经历着主改变咱的生命？如果咱来礼拜，只是来纪念耶稣基督，来纪念耶稣基督主的牺牲甲奉献，那安尼你只是参加一场对数礼拜。你爱将过活的主的性命放伫你的心内，你的性命爱予主来掌管，因为过活的主有法度改变咱的一切，过活的主有法度改变咱的性命。今仔日咱因为耶稣过活有盼，因为耶稣过活有喜乐，所以千万袂当袂记咧，咱来将这个福音传扬，搁较侪人知，传扬搁较侪人知，靠着咱每一个人的力量，予搁较侪人。进入着耶稣基督的天下里，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个人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对我的疼，你差遣你的独生子的耶稣基督来到我的世间，予我人类因为安尼得着救，也予我受救赎，成做上帝的子儿。在我的一生里面，嘛经验着最多你的疼跟稳定。总是主要恳求你帮助阮，予阮伫即个黑暗的世代内面，予阮靠着搁我的主大大来得胜，也帮助阮，予阮伫即个渐渐忍耐的社会环境内面，学习用贴心来三宽待，帮助遐个软弱有需要的人，予阮伫生活内面也拍开属灵的眼光，看见搁我的主伫阮的中间，阮就会活出迄个疼的生命，也亲像你用遮尼疼大的疼来疼阮。最后，我来搁一摆将我家己献上伫你的面前，我们大声来宣告讲：伫每一天、每一个任何环境，我拢要甲主同行，尽心我靠你，
在患难中也犹原要放心交托主。求主掌管赐予阮，也坚固阮的心。我们的祈祷，拢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